你们绝对想不到我现在要做什么。看好了，我要给我家猫做椰子鸡。这个憨憨竟然想吃刚蒸熟的鸡胸肉，在被烫到的边缘试探。你还是乖乖等着我把鸡胸肉撕碎，开始装盘了。鸡胸肉垫底，加入切好的椰肉，淋上香甜可口的椰汁，最后来一点养生装饰，一份宠物版椰子鸡就大功告成了。废话不多说，赶紧尝尝你老妈我的手艺吧，真的很给面子。再来一口，前所未有的味道，来尝尝椰子吧，有点好吃是怎么回事？继续炫椰子，不会吧不会吧，怀特不会是只海南猫吧？谢谢崽子的捧场，妈妈明天给你做奶酪吃。